肤总是觉得干干的吗？想要改善，猛擦保养品，敷面膜又怕造成肌肤负担。今天我们请到于雅文中医师来介绍汉方茶饮，让肌肤保持水感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麦冬保湿茶。首先我要介绍一个著名的药材，就是麦门冬，能够滋阴除烦渴，并且能够增加身体的阴液。白木耳，它有丰富的黏多糖体，可以增加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。红枣能够增加我们的脾胃的力气，能够让营养上输于我们的头面部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把白木耳首先把它分成小块状，放在我们的焖烧罐中，用滚烫的开水大概焖个15分钟，让白木耳软化之后，我们再把另外的药材放入，大概也再放入15分钟，等到甜味释出来之后就可以使用了。不过这一道茶饮是偏甜，如果各位朋友有腹胀腹泻的情况，请减半或酌量使用。中药材取得容易，但是也要慎选，像红枣最好选择看起来充实饱满，颜色偏暗红色，而且油紫的更好，这样才能真正喝出效果。